为有意非问，今天来到这里基紧三十的现场，我就和我一班天比高创作伙伴非剧场的成员呢要来踩台的。我话说呢，在里面呢，刚才我们 rehearsal 过呢，我们呢是跳好过 DJ 很多的，咁希望喺呢几个钟咧 ，DJ 们加油啦！我而家身处嘅地方系香港仔运动场，因为今日咧就系接近三十。喺营地里面咧，头先啱啱咧同飞骑场一班成员咧就排舞。你觉得佢哋系应该喺屋企嗰度咧咪紧书嗰啲咧？但系跳劲爆，嗰班嚟嘅喎。喂，估唔到佢哋几劲嘅，非常之老实咯，即系唔会捣烂嘅。全部都系好多新面孔啦，细路仔咁样啦，但系。佢哋記嘢咧快過我哋好多啦！希望可以喺呢團裏面真係揾到啲人係最後真係中意咗跳舞，真係識跳舞。你哋好嘢，飛劇場。送俾大家最好今天。呢一首歌，多謝。情人归线